云林麦寮浊水溪出海口发现了一个大型的红色气球卡在防风林，尾端呢还拖行3公尺布条，写着一串的简体字，让巡守志工是联想到先前漂洋过海到美国的中国气球。不过经过检查之后是确认没有监控设备，至于气球是否从对岸远漂过来，还要再调查。巡守队员手里拿着大红色气球，后端还绑着3公尺的长布条，上面写着鸿运参胜李文发何家贺的简体字，是日前环境巡守队在云林麦寮许厝寮堤防进行清洁巡逻时发现卡在防风林上。远远看是很以为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但是去了以后才知道说那这些真的是很大，那个好像是大陆飘过来的感觉啦，因为我们台湾人应该不会是用那个简体字吧。有巡守志工表示，一看到大红色气球卡在防风林上，有先想到之前漂洋过海到美国的中国气球，担心是否暗藏高科技设备，后来经过再三检查并没有任何监控设备，里面有塞什么东西哦，对不对？我感觉是这样哦，所以我们就打开看，所以会好奇的。对，你那遐嘛，囡仔阵有靠空飘传单来，有啦，啊，但是到来都到十年前都这个空飘这气球来，我搁听过。麦寮当地的村长表示，10年前也曾经有类似的大红色气球卡在麦寮民宅电线上，布条上一样写着简体字，但如果真的从中国漂洋过海，至少2-300公里，是否真正从对岸飞过来，还有需再查证。记者王雄云报道。